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星期二晚嘅四眼乜乜乜。今日咧就单拖啊，今日单拖。因為咧，我諗翻今日11月1日啊，其實呢個四眼乜乜乜咧，由呢一個嘅素人起義去即係拆咗做兩個節目啦。其實就差唔多係啱啱一年。咁都做咗主持咗呢個節目一年。我自己碌翻嗰個請過啲嘉賓上嚟啦。我記得第一集四眼乜乜乜咧，我就係、是、請阿米曹上嚟嘅。咁啊，同阿米曹嗰陣就講呢一個嘅Visa 呢一套電影，因為咧就上年又係臨近11月5日啦，跟住我發覺原來嗰陣喺佔領區啊，或者出嚟會戴 Visa 面具嘅人咧，其實唔係個個睇過 Visa 呢一套電影啦，咁就所以就再輕輕介紹過這一套電影，還有講一下 Visa 這套電影對香港社運圈或者這個抗爭現場 的影響。其中一樣即最影響深遠的當然是個身份問題啦，當然是即都是戴面具啊，是不是鬼的這些東西啦。跟著我再一路看回這一年請上來的嘉賓，其實很多呢都很有爭議性，那我都即有人提點過我，喂你找這個上來，這個不 OK 喎，這個即都是一些左右逢源、啊、都是一些立場搖擺不定、啊、都是一些可能隨時就會在背後向你抽刀的人、啊、這樣。咁事實上有啲都係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咁我自己諗翻啦，其實我自己參與呢一個咁嘅所謂社運咧，開頭咧係有啲原則嘅。咁其中嘅原則咧就係唔加入即係任何嘅組織，因為我覺得咧組織係要即係首先你加入一個組織啦，當然你首先認同個組織嘅理念啦。咁其次就係你要對個組織有一定程度嘅貢獻啦，同埋係要喺某一啲立場之上啦，可能你自己好有一啲個人嘅意見啦，咁你都要考慮啊對個組織到底會構成一啲乜嘢嘅影響，先至去發表啊，或者去行動啊咁樣。咁喺我初期參與嗰陣咧，我就覺得係完全唔需要加入一個組織去做我想做嘅嘢啦，因為嗰陣係保衛皇后碼頭啊，係反高鐵嘅時代啦，嗰陣其實冇乜組織會叫你衝嘅，嗰啲係自己要行動嘅人咧，自己有一班覺得要喐嘅就會喐咯，就唔需要話真係因為既有嘅組織，即使佢哋係有計劃或者有籌劃一啲行動啦，咁佢唔會立亂去公佈啊，或者即係只會圍內嘅人知道啦，咁。很簡單，喂，當有人做嘢，可能引起了一個缺口啊嘅時候，咁認同嘅人自然就會跟住去做啦。咁其實向來都係需，即係每一次行動都係需要一個觸發點啫嘛。咁如果真係想行動嘅人，同埋行動係已經係唔需要再掛呢個組織牌頭啦，大家都知啦。今晚單拖會望住個chat room 去做呢個節目啦。頭先聽翻個 jingle 啦，敢怒敢言我都
而家都唔係好敢啦，因為咧有好多嘢就其實就決定咗唔講或者唔澄清咧，就由得佢係咯。我最近見到網絡上嘅罵戰咧，實在即係令到我咧覺得係有啲浪費咗啲時間，浪費啲咩時間呢？有好多我哋呢幾年所爭論嘅嘢咧，好又好似翻去一個原點嗰度，只係換咗一啲唔同嘅角色、唔同嘅人物，甚至乎唔同嘅立場，又去拗翻差唔多嘅嘢。咁啊，係咯，咁就不停喺度 loop 啦。我諗嚟緊都會繼續維持住一段咁嘅時間噶啦。點解會咁樣樣咧？我覺得係大家嗰個目標已經好唔一致啦。所以咧你就會揾一啲發覺原來大家目標唔一致嘅去嘗試去話翻俾大家聽，喂，其實我哋嘅之前可能只係因為選舉啦，可能大家知道有一樣嘢要去共同合作去做啦，咁但係而家冇咗呢一樣嘢，咁又有好多人都所謂清算啦，咁我覺得我都應該係要被清算嘅對象之一，因為咧。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那我是很不懂得去處理這些問題。去年的11月1日呢，我就離開了香港，不是前年的11月1日呢，我就離開了香港，因為當時呢我覺得我對這個佔領的行動已經，我自己的投入已經去到一個我冇辦法去接受一個膠著嘅狀況。我覺得每晚喺旺角佔領區嗰度咧嘈嚟嘈去，有一啲紛爭啊，有一啲嘅騷動啊，都係對個大局冇乜影響。就是每晚喺度輪迴住呢個狀態啦，然之後我哋望住金鐘嗰邊又一路係咁膠化落去，咁所以咧去到11月1日啦，咁我就翻返去澳洲啦。咁但系咧翻返去澳洲之後咧，我又放唔低喎，又係咁喺度睇翻住佔領嗰啲嘢。咁其實咧就好似有好多人成日都話，既然喺呢個圈裏面咁唔開心啊，或者遇到一啲爭拗，或者被攻擊啊，或者被抹黑啊，咁就會想離開啦。甚至乎好多人都講過，唔撚再理啦，咁就走啦。走嘅意思可能係就咁熄咗個 Facebook account 一段時間。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你都係會。即係我認識嗰啲都係會睇翻啦，甚至乎我自己都試過咁樣樣做啦。開頭離開咗都係有試過想擺低唔 Q 你啦，咁但係係通常都係得個講字嘅啫。一有事又咪係走翻出嚟，又或者有粒大粒啲嘅花生，咪又係出嚟食花生啦。咁食花生。就我覺得必然是這個圈長時間都會做的事情，但是就想想你吃那粒花生究竟對個所謂大局 是會有什麼影響。我記得我之前看的文章都見過有人寫，喂我的大局跟你的大局不同的時候，當你的大局影響到我的大局，那當然我梗系要搞死你个局啦，系啦，咁啊，即系类似系咁嘅说话啦。咁我觉得之前早即系呢几年，好似
黃仁達話齋，呢幾年喺香港，即係前幾年所做嘅，可能會係一啲真係我哋叫社會運動啦。是希望就住一些社會議題或者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想為香港 去做一些事，或者帶一個、好的所謂良好的風氣出來改善一下。但是當我們發覺去到、佔領這樣，跟著、年初一的事件，甚至乎、選舉結果出來這樣、有很多說法，甚至乎我自己都會認為是已經去到一個鬥爭的方向，一個可能不是很適合一些純粹去好善良意願咁樣去追求一個好美好目標的人去真係全身投入去參與的一件事。因為我自己檢視一年我自己所主持的節目，只是看回一些嘉賓的名單，每一個認識的人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的分歧，很多、立場上的不相同，很多、大家、走到去某個 位置可能個目標就是一樣，但其實只要做事的方式不一樣，都已經會有很大的爭拗。我最近、找一些之前認識 的朋友再去喂談一下偈樣，我都發覺、很灰心，因為即係見到咁多無謂嘅爭拗，即係有時真係我討厭政治，都唔想講政治。有義氣嘅朋友真係少，少之又少。之前點解唔想加入一個組織去做嘢呢？以前係我覺得真係好無謂啦。咁但係最後都會混呢一趟咁嘅。即係要喺呢一個咁嘅，都唔知係社運圈噶啦，已經係一個政治圈裏面咁樣樣去工作，因為都要一定要用工作呢個字眼，因為嚟緊會喺泰博元朗嘅地板嗰度做嘢啦，會出糧噶啦，就唔再係之前嘅嗰一種所謂抗爭者嘅模式。我覺得政治的工作是即開始 要改變一下自己以往的那種思維啦。我又想起自己 在澳洲、的生活啦、做過不同的工作啦，每一次呢有爭拗的時候，甚至會燒到自己那裡，我就會走咯。我記得其中有一份工咧，就叫做做得最耐啦，就係、是、做麵包鋪嘅。咁係咯，由低做起啦。由最開頭擔擔抬抬啊、清潔啊嗰啲開始做起。咁去到最後做到就係、是、可能係咁啱嗰陣，佢冇請到一個全職嘅麵包師傅嚟管理成個廚房咯。咁就叫咗我去嘗試去做呢一個崗位啦。咁啊，咁就但係因為我好新啦，即係我係做咗諗唔夠一年就去到呢一個位置。咁但係其實我係一路以嚟我都冇乜，因為冇乜點去接觸管理嘅工作，我都係淨係自己默默咁做，即係所謂默默咁做咧，其實都係做好自己嘅本分，即係都係可能係做好啲食材啊，整好啲麵包啊，咁亦都好少話會做一啲啊。得閒多啲同其他唔同嘅員工啊，或者部門去溝通，即係所謂部門咧，即係前面有啲女仔喺度賣包啊、收銀啊嗰啲，咁我匿埋喺廚房度做嘢。咁我通常我做嘢嗰陣都係
聽住歌咁，塞住兩耳仔就喺度做，都係唔係好識得溝通同處理人嘅嘢啦。咁後來上咗呢個崗位之後咧，咁有幾個。新人的加入啦，我又不是很認識他們，他們是來自不同的地方，有韓國啦，有台灣啦，有廣東人啦，廣東人的意思就是他會講廣東話啦，就是會跟我用廣東話溝通啦，也有一些即中國 的留學生這樣。那我的老闆呢是上海人和北京人，一對夫婦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好唔中意我用廣東話同嗰個廣東人溝通，佢覺得我會講一啲佢哋聽唔明白嘅內容啦。咁跟住咧就會好懷疑啦。啊，咁佢試過同我講話，叫我唔好再用廣東話同佢溝通。咁我就用英文同佢溝通啦。咁用英文同佢溝通咧，就會產生一啲溝通上嘅誤解同埋困難，咁就溝通唔到啦。咁後來都係喺佢哋唔喺度嘅時候，都會繼續用廣東話去溝通。咁後來咧就形成咗一個局面咧，就係佢好唔中意我用廣東話同佢溝通，佢覺得啊，我好似即係特別去同佢建立一種關係啊！咁其實喂，本身語言相通就已經係一個好容易形成一個比較容易相處嘅關係啦。咁佢就嘗試即係啊，喺我哋嗰個更表度咧，就希望即係分開我哋啦。咁啊，希望我係能夠盡快將我所識的東西教曬俾另外一些中國的留學生咁樣。我其實我都係照做，我都有照做。咁最尾咧就產生了一些即係爭拗啦。然後咧佢就好快咧就喺第二度就請了一個真係全職的麵包師傅嚟去叫做想找他來管理個廚房啦。但是那時候人手呢就很缺乏到一個什麼程度呢，就我覺得他想炒我，但是他就不炒得我住，要等到再有一個有經驗 的麵包師傅來到才可以就是炒我啦。後來呢在個廚房那裡就開始分了兩邊，咁有一邊咧就係因為有台灣人啦，有韓國人啦，有個廣東人喺度啦，咁我哋會用英文，會用廣東話溝通啦。咁另外一邊就係一班即係中國人啦，嗰班中國人就用普通話，甚至乎北京話去溝通啦。咁咧，後屘咧就開始產生咗一啲鬥爭啦。咁當呢把火燒到去我嗰度嗰陣咧，我係選擇辭職咯，唔做啦。我同佢講，我話：，唉，算數，我真係遇到呢啲嘢，我覺得好麻煩。我覺得我已經即係盡咗我嘅本分去做好我嗰一個份內事，我嗰個範疇嘅工作。但係如果牽涉呢一啲咁嘅人事嘅問題咧，真係即係唔係我擅長處理嘅嘢，我又唔想得罪人，但係其實已經得罪咗，咁啊走啦。跟住一走就其實都麻煩，因為嗰個咧就係我最主要嘅收入來源。咁跟住咧就要揾我其他工啦。同埋就特別唔想再打呢一啲即係中國人的工，因為我覺得他們很不講道理，有很多事其實都是看看你夠不夠多 friend 啦，夠不夠 多朋友，夠不夠 多人去撐你，根本呢都不是講都不是講道理我可以這樣說，容許我這樣說。但其實
即當中是牽涉很多溝通的問題啦，處理人事的問題啦，其實是可以處理得好一點，可以是不需要是這樣。那我自己想回其實有幾次、工作上的經驗，我覺得是都是這樣，一面對到這個問題我就、不想處理或者處理不到，跟住就會陷入了一個這樣的局面，跟住就會想走。我想可能而家有好多人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唔好講咁多是非啦，唔好炒咁多花生啦，即係做實事啦。我自己講都覺得好笑，咁但係其實就唔應該係咁樣。我覺得是我們就著一件事是你不一定要很有意見、你不一定要加入去講是非或者炒花生，但要知道人家講什麼是非，要知道人家炒什麼花生，然後呢 去判斷各人在這件事上的取態，那你才知道哪一些人是、知道每一個人的特質、之前甚至乎而家都有好一段時間，好多人啊 send 好多好多資訊俾我啦。咁其實唔係分析唔到嘅，係懶得去分析啦，又或者係自己本身有一個比較傾向嘅立場，咁咧就會選擇去不理會一方面嘅資訊啦。咁其實都係自己呃自己嘅啫。我覺得每一個人咧，喺唔同嘅事情之上咧，總係會有自己嘅立場嘅。咁有陣時候，你又可能處於某一啲位置，又不能夠去顯露出嚟，或者不能夠去表達出嚟。又或者好似其實我之前都是那些大團結大愛諗嚟嘅，我就覺得好簡單，所謂的本土派，我哋大家啊而家都再講本土派都真係偷笑，即係我以前都是那些嚇、覺得要做大個餅啊，覺得是要、大家團結啲啦，冇咁多爭拗啦，冇嘈啦。你睇我嗰個嘉賓名單就知啦。咁啊，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我覺得，因為點解會咁樣咧？因為我好受阿秀慧啊，2012年嗰個選舉嗰陣嘅其中一段話就係、我哋而家所做緊嘅嘢係連嗰啲好討厭我哋或者想我哋。要將我哋置諸死地嘅人，即係佢哋都，如果我哋爭取到，佢哋都會受惠。咁啊，而家呢個講法係，我覺得係真係，我唔會咁諗啦，已經。我覺得最緊要都係手足啦，或者應該可能要再縮細啲，應該可能要搞亂屋企先啦。搞亂咗真係朋友先啦，嗰啲朋友係無論你係處一個咩境況嘅時候，都會即係喺你身邊撐住你嗰啲啦，就唔係純粹相識嘅朋友啦。一啲會理真係會理解你嘅狀況啦。咁嗰啲朋友係即係唔一定係凡事都要認同你啦，但係佢哋當佢哋知道你行差踏錯，知道你行緊一條歪路嘅時候，佢哋會出聲，但係咧就唔係齋屌完你就算，仲會去扶你一把，嗰啲先至係真正嘅朋友咯。啱啱我上個禮拜係啦，早排睇咗個舞台劇，都係其中一位手足有份做。都嗰、那個舞台劇咧，咁有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女演員啦。咁我喺台上，佢喺台上面，我望到佢嗰陣咧，我都已經啊覺得咁樣熟口熟面啊成啊。咁完咗個舞台劇之後咧，原來佢都見到我，因為佢話佢哋謝幕嗰陣會開曬全場嗰啲燈啊嘛。咁佢見到我，就覺得佢都係諗住，都係覺得我熟口熟面。跟住後屘一完咗場咧，佢就揾我啦。原來係一個識咗十年嘅一個朋友啦。十年前我哋喺一個嗰啲類似青少年中心嗰啲地方認識嘅，就一起去做舞台劇嘅都係。做一啲劇場啦，咁講，做一啲劇場。咁我見到佢，當年我係因為同我嘅一個同我表弟一齊去參與啦。咁就我唔係主動去接觸去 involve 呢件事嘅，即係可以講話陪我表弟去。咁後來就參與咗嗰個劇場。而那一位 的朋友呢，他是真的堅持了十年，他是一個青少年中心玩下的一個劇場裡面一路做然後一路 去讀相關的課程，然後最後是去到現在一個舞台那裡 去繼續做他這一件事我覺得是那一下見到他都挺鼓舞的。雖然佢已經係，雖然佢已經係一個左膠圈子裏邊，不過如果唔講政治係好開心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啲朋友先至要，如果喺不談呢個政治立場底下咧，應該要見翻多啲呢一啲朋友，因為長期對住呢個社運圈嘅人係會黐線，咁啊休息一陣先。